有点小紧张吧，比较想跳好自己的吧，然后就没跳好，就越想跳好就越不好。美食，个人吧，控体重吧。后面是个小女孩，后面是个女孩，后面是个女孩，哥哥，男的玩，而且还喜欢玩。那时候我也不懂，我以为是，不用上去，天天跳，天天跳，啊，跳了起码，一天起码有五六个或者六七个，其实有时候还会十个来，把我目标，你给我定了，就三个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子做？为什么那样子做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我小时候我读书就比较差，我也不知道，就18岁直接练跳水了，没有练过体操那些，被选上去，我感觉选上去可以去也可以不去，就感觉跟他们比就有点不太可能，但是我会想，没事跟谁比都一样，不管怎么样跳好自己就行了，还好，就奥运会啊，就跳的时候就跳五个动作，就跳每跳都跳自己，都跳自己的，就想好每一个动作嘛，把自己超了就行了。谢哥，性格，性格，不是谢哥，是性格。性格谁啊？是性格。啥？个性，个性什么？平常是什么风格？平常有什么风格？个性。好。我吗？好。我比较喜欢玩，我比较喜欢玩游戏，玩那些吃鸡、王者荣耀，就比较喜欢玩这个。可是它限时间呢，没到年龄啊。有时间限制。对，只能玩一个小时，也只能玩两盘，够。玩吃鸡垃圾了一点点，玩王者的话还好。就有时候运气挺差的，就0-5啊，0-6，0-10。